犀利。好啦，又到呢个周星星同学会啦。我有个问题想问。嗯。周星驰电影我哋就睇得明啫，系咪先？即系广，即系香港人睇得明周星驰嘅电影，你都唔觉得出奇。但我睇咗单新闻咧，好神奇喎。嗯。话咧，周星驰嘅电影喺台湾曾经一年啊播过超过300多次。即是每日每日起碼多過一得次一次係咯，係啦。台灣人點會識睇佢？哦，其實我有個朋友咧，佢就啱啱上個禮拜、前兩個禮拜嚟訪問我，咁啊講開，佢話誒佢喺美國翻去台灣嘅，即係原本係一個學者嚟嘅，咁而家喺台灣中研院嗰度，咁佢就有個文化隔閡啊，因為佢喺美國留咗好多年，讀咗書之後留喺美國做嘢。咁佢發覺佢話點解台灣人可以喺台灣嘅有線電視裏邊係每日不停播周星馳嘅電影咧？好奇怪啊呢樣嘢！嗱，你唔好發覺香港都係咩？香港我唔知道有冇365次啦一年。嗱，香港你話電影台咧應該都有播下嘅，但係你唔夠台灣人嚟嘅喎，即係台灣人係熱愛周星馳嘅甜程度咧，不下於香港嗰一代。嗱，我又拎埋呢本書嚟。是不是这本书呢叫做周星驰的专著。那我写着什么呢？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是一个叫做橙花的台湾人呢写的一个书来的。嗯。那他就讲了周星驰的喂，其实真的很犀利的，但其实他为什么会明白台湾人为什么会喜欢 看台湾的，即是台湾人看周星驰电影，他仲要学埋我们的东西才过瘾的。我觉得就有个文化隔阂的，今天就是我们的周星星同學會的主題，就是點解啦？點解咁地道的粵語文化、廣東話文化，我哋喺以前的周星星同學會都講過啦，係咪？根本上同香港的五六十年代嘅一路發展出嚟嘅粵語流行文化有好密切的關係。咁佢點可能去到外國一啲咁地道本土嘅嘢，去到國語嘅環境，台灣包括中國大陸？他哋點樣可以？佢哋接受周星馳嘅過程係點樣嘅咧？我自己就有呢個咁嘅疑問。係喎。我哋就好簡單嘅啫。第一，因為佢嗰啲夠搞笑，個搞笑嘅內容咧，基本上咧同我哋生活啊、平時講嘢啊等等咧，係好接近嘅，好有本土性。係啦。咁我就睇呢個台灣嘅呢、這個佢哋專門啊。是有一些博客是什么呢？是将粤语周星驰的 get 位介绍给台湾人看的。哦，是的，就是他就知道呢，有些香港人又在台湾工作的，他就知道呢台湾的普通话的版本的周星驰的电影呢是遗失了，就是 lost in translation， 真的就遗失了周星驰最好笑的东西。譬如一开头赌圣里面周星驰见阿刘德华嗰阵时候，刘德华就将嗰个朱古力削做咗四个 A 字啊嘛，系嘛，咁跟住阿赌圣就喺阿吴孟达嘅身上边，各位观众五条烟，嗱我哋完全谂都唔使谂啊，即刻笑噶啦，系，但系对台湾人嚟讲，佢就觉得唔 make sense 嘅，点解笑咧你哋？因为喺我哋嚟讲 ，A 就系烟，系呢个烟等于我哋食嗰啲烟，同音，同音系啦，同一个字添。咁但系喺台灣嚟講就唔係叫做煙，佢就叫 Ace 就 Ace，Ace 就 Ace 咯，系啦，咁佢就唔明嘅，點解佢會喺阿吳孟達嗰度揞個袋？因為佢揞五，佢真係揞咗五條煙出嚟帶佢啊嘛。係啊，你四個 Ace 啊嘛，攞去五條煙啦。係啊，我五條煙咯，咁我哋覺得好好笑啦。咁但係佢食字嗰下咧，佢就唔識啦，完全。係嗱，譬如裏邊亦都有一啲咧，係我哋即係所謂意會嘅鹹鹹地嘅嘢。咁有一幕就係啊，我唔記得咗係整蠱專家定咩啦。咁啊，周星馳就阿吳孟達就問佢：你邊隻眼見到啊？啊，周星馳問阿吳孟達，吳孟達話：我 A 眼、B 眼、C 眼都見到。咁對台灣人嚟講咧，我就留意佢哋嗰個國語版本咧，佢就將佢翻譯成為普通話之後，那個字幕都改埋，就係話我 A 眼、B 眼同埋屁眼都見到。佢講即係佢説穿咗咯，佢將個 get 咧就講穿咗出嚟，係啦，畫出腸喎，畫出腸啦。咁咧嗰個即係搞笑嘅程度就因為咁樣而急速下跌嘅，係因為正正就因為個 C 眼嘅 C 字就係等於我哋嘅屎係下音啊嘛，係咁所以佢話我 A B C 咁就用 A B C 嘅 C 字嚟去影射個屎眼啊嘛，係。
咁我哋小學都係玩呢啲㗎。係係係嗱呢，所以我哋更加覺得奇怪就係、是，喂，你有咁大嘅語言嘅障礙，真係老實講，喺賭性開始去到我哋其實成日都會 define 一段時間啦、嗯，歷史老最中係咁樣噶嘛、嗯。去到呢個長江七號之前，即係少林足球嘅時候或者功夫嘅時候，嗱我哋都曉笑嘅 ，OK。我哋就係真係想像唔到咧，呢啲咁本土咁粵語嘅笑位嘅 gag 咧，台灣人睇唔明，其實等於我哋去睇可能睇日本電影，或者等於我哋去睇台灣電影。譬如九把刀嗰時話講到幾犀利啦，那些年我們係嘛咩咩的女孩啊，我真係冇乜 feel 喎，大佬冇 feel， 海角七號我都冇 feel 噶。即係你話嗰個女仔，即係又係一個壞學生，同埋一個乖嘅乖女仔，乖女仔咁中間做嗰啲嘢。喂，香港嗰啲學校唔係咁嘅喎，香港嗰啲學校係唔會去火車站送別㗎，係嘛？我哋唔會揾點會搭火車翻學㗎？你唔會係咁揾支原子筆篤佢喎？你係咁篤佢嘅話，老師見到會鬧喎，即係亦都唔會，即係個 setting 唔同。嗱，呢個係一個文化隔，即係好似細林老師咁講。譬如我哋喺日本電影嗰啲大學劇嘅時候，你冇嗰個歷史背景睇，你覺得唔好睇㗎。嗱，就算你話好簡單，日本嘅青春劇，佢哋好多時係講咩呢？日本人嘅。即係譬如木村拓哉咁樣啦，由一個嘅學校步出嚟喺社會裏邊工作個轉變。嗱，我哋呢個題材本身咧，其實香港人咧就唔係咁，即係喺日劇裏邊，點解佢哋咁中意講呢樣嘢嘅咧？係喎，你留意一下啦，香港電影嘅電視片集係好少講呢啲嘢，好似嗰個轉接好順理成章咁樣。但係呢個喺日本人嘅subculture裏邊咧，係一個成年禮啊，即係一個。告別一個即係青少年的 過渡去一個成為一個集體人物，即係你在生活在集體裏面，你開始沒有個性了，開始要放棄很多東西了。因為日本的職場其實是一個集體主義的嘛，所以它變成個渡裏面就很大衝突咯。譬如個女主角可能會跟男主角因為這樣而分手，為什麼呢？因為你要合群，你要很多是公司的活動，你不可以再放了工之後去拍拖嘛。所以我們看就好像當作有隔一重的，即係你睇嗰啲同班同學啊、柴門文嗰啲漫畫啊，包括木村拓哉、松隆子嗰啲日劇咧，你係會欣賞佢哋嘅演技，或者佢哋嘅造型，或者個劇情，但係咧係隔咗一重，你覺得嗰個生活同你咧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喺度。係，咁所以呢個就係最拗頭嘅地方，就係、是、喂。嗱，一你冇呢個文化嘅底韻，即係雖然即係用代賴地講法，不要分那麼細啦、OK， 大家都係中國人嘅部分。咁但係你台灣係講緊閩南話。台灣同大陸，你話仲可以嗰個文化隔閡冇咁大，因為廣東話文化我哋喺之前都講介紹過。周星馳嘅電影裏邊扣緊住粵語文化裏邊咧，好多笑位係嚟自粵語啊嘛，係同個語言有關噶。譬如我頭先講 A 眼、B 眼、C 眼，你識咩笑啫？你不懂笑的，他改了屁眼就不要笑了。或者我們上一次講何淡如那個，是啊，冚家產黎齊中選，那個你怎會，我就不知道國語是會翻譯成怎樣，大家找一下究竟在台灣版裡面冚家產黎齊中選究竟翻譯成為什麼，可能就是全家人來一起來種樹吧。那有什麼好笑呢？沒有，不好笑啊。很簡單，就是說你連谷德超的名字叫隊穿牆你都不懂笑，對隊嘛，是啊，我們叫對隊，對隊就是我們講的即係對上下戀咁樣嘅一個活動啊嘛，隊穿牆個隊字我哋係動詞嚟噶嘛，都係係啊，喺粵語裏邊就係隊嚟啊嘛，隊係隊穿牆，所以佢有兩個意思喺度噶嘛，係連谷德超個名佢都唔識笑噶，點解叫隊穿牆咁好笑啫？係即係我記得你講隊穿牆，我就記得之前有黃沾先生咁嘅時做過有一輪咧，咪江山如此多分嘅，你知唔知印象啊？江山如此多分嘅，有啲講你詩歌啊，講中國古典文化嘅一啲嘅電視節目啊嘛，咁佢只歌咁啊，對隊去，我哋對隊去噶嘛，喂。呢啲嘢原來對於唔係廣東文化嘅人嚟講咧，佢唔明白咩叫做對戀啦、對隊啦，咩叫對隊？因為你對隊其實係兩個相同嘅字嚟噶嘛。嗱，好簡單啦，你就算係去到呢、這個《唐伯虎點秋香》裏邊，除咗隊穿牆之外，即係冚家產嚟齊種樹之外咧、其實之前嗰個咧，佢嗰個對嗰個隊咧，就係、是。啊！我唔記得咗係咩？一鄉二里三夫子。係啦，係啦，
係嘛？係啦係啦，嗰、那個咧佢哋就會明啦，我覺得。我、哦、嗰、那個好典型嘅用普通話去看。係啦，嗰、那個就普通話嘅，所以一比較兩個咧，就個差別就好大啦。因為我嗰、那個我哋唔覺得好笑，嗰、那個唔好笑，嗰、那個只係一啲嘅我哋即係由細到大都係即係黃蓉對《射雕英雄傳》裏邊嗰啲嘢嚟嘅啫。是吗、即是去找什么余朝耕读啊去救啊这个郭靖去救啊黄蓉去找登大师的时候余朝耕读里面的读就出这些队对比黄蓉对的咯。那我们小个已经认识的了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不代表什么东西、啊。但你去到队川场那个冚家铲泥提种树呢那个就只是广东人才懂得笑的。是啦。那所以呢我们做了这么久现做得顺呢就是。其實台灣人接受個周星馳係一個乜嘢嘅周星馳？係咯，乜嘢現象呢好啦，你講埋台灣之後，再諗下啦。喂，大陸咁大陸咧，嗱就更加隔膜更大啦。因為台灣睇港產片係早過大陸人添。係啦，政治上大陸嘅保守封閉，同埋好多意識形態剪咗㗎。嚇，意識形態。咁其實即係如果聽即係有睇過內地版嘅功夫咧，少林足球咧，對唔住，係少林足球咧。你看到他是剪到支離破碎連個結局都不一樣的、啊、是嗎結局都不同的、啊、結局都不一樣剪到支離破碎無間道嘛真的是的、啊台灣那種的雖然跟香港都不同其實兩岸三地其實應該兩岸四地台灣的問題就最多你就是 loss in translation 就不會是因為刪剪的問題的那大陸是剪的 OK 剪的那他是剪到、即你都當然不明白他那個電檢的制度為何要剪啦、啊、好像以前呢不知道你有沒有買你一定有啦在大陸買書呢下面總會在個第一版的時候加了一句本書呢根據這個這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亞呢予以修正現在沒有的這句都沒有的嗎他有修正不過連這句都沒有以前有的嘛我最近看過就是、Julia Lovell 的 The Opium War 鴉片戰爭的台灣版英文版和大陸版的對過台灣版就是全譯本來的即是沒有刪剪沒有刪剪大陸版衰格到什麼呢刪了不告訴你聽、啊、你以為那本就是英譯本就是這樣的如果你不看過原版你就以為是這樣的所以他們不覺得自己有問題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根本他連被人刪了共產黨已經截留了那個訊息他們都不知道知道除非他們是周星馳迷他們會上網看回香港版的周星馳慘了沒得翻牆了就 VPN 就禁了好慘了或者看台灣版的他們會先會知道他們看少了什麼嘛你現在都有的 你在香港都有些刪剪版的即譬如你說冚家鏟泥提種樹在這個、有線版本裡面是沒有了的 TVB 版本都沒有了的、好像頭那兩句有的去到什麼魚肥飯果熟麻撚飯就沒有了應該是沒有你老母是更加沒有了剪曬了剪曬了上一集都即是前幾集都講過就是說即這個都是一個不好的一個的所以如果現在的年輕人他是看有線來去認識唐伯虎點秋香呢其實他是沒有看過沒有刪剪的版的是他不知道那個隊原來是這樣的他都覺得無厘頭的是不公正的嘛因為是啊他真的很無厘頭這個東西是啊真的很無厘頭的是他只是懂笑第一句他不公正的嘛因為是那他可能要看回我們即是留意城寨我經常都說城寨是一個知識型節目來的、OK 那所以你多一點看我們就可以即是增廣見聞好了都是那個問題喂大陸那個政治的背景文化的背景跟香港有這麼強烈的差異這是其一第二個差異就是喂你那個他是接收周星馳電影的時間呢是比台灣人遲中遲他是西遊記嘛不過講講下其實他是 retrospective 的是啊即是看回頭看回頭的是啊但是當然即是過程裡面 有一些問題啦但是台灣人認識周星馳呢其實都不即可能是遲過我們少少譬如霹靂先鋒咁啊，周星馳先生係把即係嗰個攞咗金馬嘅李修賢時代嘅周星馳，係李修賢時代嗱嗰陣嗰啲戲唔係無厘頭嘅嗰陣時，係小人物角色嘅啫，好有厘頭，好有厘頭，好有脈絡，好清晰嘅嘢嚟嘅。咁、但係對於台灣人嚟講咧，我都認識啲台灣嘅朋友，咁、佢都會調翻轉頭就話，佢哋認識嘅周星馳咧並唔係霹靂先鋒。咁不如我哋睇一張表啊，喂，可以我張表。咁咧就係2014年嘅時候咧，有一個叫做台灣叫做 Daily Wheels 嘅叫網路溫度計嘅。一個投票啊，佢做一個統計咁樣嘅 ，OK， 咁咧佢話即係
周星馳十大經典角色，咁我哋試下從呢個經典嘅角色入面咧，去諗下，其實佢哋係接收緊邊個周星馳代嘅周星馳。嗱、你見到頭三位排名咧、我諗對香港人嚟講都係差，即係唔會太過陌生嘅、譬如食神就係97年嘅嘢啦嚇 ，OK， 咁啊少林足球就係之後即係、所謂叫做97之後回歸之後嘅一啲部分啦，咁啊九品芝麻官就係、是、又係早翻些少咁樣，咁其實個脈絡你見到同我哋去接受咧，佢去到456就係、是、佢有啲。佢因為台灣譯翻《齊天大聖東西遊記》，咁我哋香港唔係譯啦，我哋就係《西遊記》啦，《仙女奇緣》啦。咁啊，007就係嗱呢個過癮。其實我成日覺得佢譯呢個已經譯得唔到個神韻啦。係007大戰金槍客。嗱，你點救我哋國產007嗰個韻味？我覺得有原因啊，因為國產台灣嘅話就係中華民國啊嘛。而當時很明顯，呢個國產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產，所以佢要將佢改咗做007大戰金槍客，即係金槍客咁。政治正確嚟嘅呢個係。其實即台灣都有呢個政治嘅洗禮啦。咁近排唔緊要啦。嗱，呢個美國國務院出嗰個習近平係 President of 呢個 Republic of China， 一樣啫。佢知道嘅嘢我哋知唔到啦。卧底嚟嘅。卧底。嗱，功夫就係功夫啦。OK， 唐伯虎點秋香，整人專家。嗱，呢個又係見到。translation 嘅問題，因為整蠱係廣東話。嗱，整蠱係廣東話，同埋佢個名唔係叫胡真喎，叫古精啊嘛。咁啊，整蠱專家嘛，精酷啊嘛。係，唔係佢調翻轉啊？英文係調翻轉噶嘛。係啊，古精酷啊嘛，所以佢中文咪古精咯。係啦，咁啊，胡真其實你就冇咗嗰個 get 位啊，冇咗嗰個位啦。你記唔記得嗱？喺呢、這個賭聖裏邊咧，龍九啊。系龍五個細妹啊，陳發容啊嘛，初初就劉德華以為是雞嚟噶嘛，送外賣啊嘛，咁啊收尾賴嘢啦，咁樣打到個豬頭，跟住佢就問佢你叫咩名啊？佢我叫做龍九，咁啊英文名叫咩啊？Kowloon，台灣人係唔識笑嘅，點解咧？亦都係頭先古精嗰個英文名個 get 啦，因為英文就調轉噶嘛，咁你如果變翻做中文，咪叫做龍九咯，係咯，好合理啊，英文咪 Kowloon 咯 ，Kowloon 咯，係啊，咁就我哋就識笑嘅，但係佢哋又唔識笑嘅，完全係嗱。去到第九和第十就是那個角色叫宋世傑，我啱啱我先知嘅啫，叫做威龍闖天關。呢個係台灣版的戲名嚟啦。應該就是審死官啊。宋世傑應該就是不是審死官，應該係嘛？算死草應該係。係。那其實你對唔係算死草？算死草是落香港打官司嘛？審死官，審死官啊！審死官，對唔住，審死官，審死官，審死官，係宋世傑，即係阿梅艷芳嗰套。係啦，好啦，威龍闖天關，同埋頭先我諗，因為嗰陣時係食住逃學威龍嗰、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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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勢，係啦，嗰、那個名，因為逃學威龍係好收得嘅，所以就變咗威龍乜乜威龍乜乜。但係有一輪所有電影都威龍。嗱，其實鐵甲威龍啊，係，但係都唔明。其實我都是不明白為什麼台灣人是喜歡看周星馳，你同樣是校園片、okay? 你怎麼會看得明周星馳在《逃學威龍》裡面飾演那個怎樣做臥底入間學校，喂、那間還是國際學校，是在台灣是歐國你不明白的，為什麼國際學校會有這些人，又不用、就是、大家 回學有那麼自由、啊、是的，你完全不會明白，那為什麼會看呢？那不要緊，我們再看回來，那就宋世傑啦，最後就是、賭聖，其實他就沒有改變過，就是左仲昇飾演，就是周星馳飾演的左仲昇的賭聖，但是很奇怪的，在賭聖裡面他參加賭王大賽呢，左仲昇好像代表台灣的，是吧？是啦嗱，大家這個位置又點解係左仲昇又代表台灣咧？咁係嘛？即係呢個又係嗰、那個係一個好似係一個台灣演員嚟嘅，我記得好似嗰、那個係陳嗰、那個樂觀頭嗰個嘛，嗰個好似台灣演員嚟嘅。咁嗱呢一集，咁我哋又開始即係用歷史佬嘅角度去睇，就係佢睇得最多嘅應該係90年代。中後期最入腦嗰幾個啦，係啦。嗱，你見九十年代初嘅賭聖呢啲，其實得200多個，即係 echoes 嘅啫，即係喺網上邊唔係好多人去 search 呢樣嘢嘅啫。最多嘅咧係史蒂芬周係。咁即使我哋合理地從呢個表合理地推論咧，你最多人睇嘅係九十年代，
佢我係咪會覺得就係、是、台灣人點解即係周星馳點解可以跨文化啫？係咪嗰陣時大家羨慕緊一個九十年代最輝煌嘅香港，所以台灣人睇香港嘅周星馳電影？我覺得我反而睇到一樣嘢係咩咧？周星馳嘅電影裏邊咧，相對最本土化嘅咧，其實係《回魂夜》，十大不入。係喎、哦。即係劉鎮偉的作品，我哋都講過《回魂夜》是一套即係相當之同本土社會九七前的恐懼有關的電影嚟嘅。咁我就話呢套係絕對低估咗個周星馳的電影嚟。你看到在台灣大陸咧，冇人大陸都冇人討論《回魂夜》嘅，唔識討論啊嘛。因為嗰個你諗下，一條屋村裏面一班看更，然後咧謀財害命，整死咗個家婆，然後八化成厲鬼翻嚟報復，係咪？成個故仔。的 setting 就是很香港的，真的。大家留意一下，九品芝麻官基本上是讲紧以前清朝的嘢，少林足球那个社会脉络其实是大陆，不是香港。你看到他们在街边卖饺子的环境呢，绝对绝对不是香港来的，那个是大陆的四五线城市那种环境来的。然后到这个食神，当然有香港的成分，庙街嘛，在里面嘛，包括中环等等。但是食神我成日都話咧，佢係個主題好特別嘅，佢係批判香港商業文化為嗰個創作嘅主軸嚟噶嘛，就係史蒂芬周所代表嗰種嘅即係財大氣粗、土豪暴發。咁我覺得變咗呢樣嘢，史蒂芬周嗰個形象啊，由一個土豪暴發變成係呢、這個即係落難去到少林寺廚房，然後最終變成食神嗰個過程咧。佢冇乜文化嘅一個隔閡喺裏邊嘅，佢係一個英雄落難嘅故仔嚟嘅。所以我就話越係咩咧，越係多文化承載嘅意義嗰啲嘢咧，喺台灣呢個排戲排人氣排名榜裏邊咧就越低嘅。嗱，你留意一下整蠱專家其實係好本土嘅嘢嚟嘅。佢誠實豆沙包呢啲，因為我哋細個睇呢個叮當嘛，叮當係啊，佢裏邊好多整蠱人嘅招數啦。包括六對六四的嘲諷啦，李鵬是最你六係冇講大話等等呢啲，李鵬是偉大領導人啦呢啲，係嘛民主女神像啦，即係呢啲好多嘢其實都是在一個香港的 context 裏邊噶嘛。嗱，我覺得反而我自己排咧，我覺得我自己最喜歡的咧，其實是007周星馳的形象裏邊，係因為佢唔單止是佢個人，而係佢顛覆了整個詹士邦電影裏邊嗰個嘅 stereotype。同埋咩咧？我就係話佢，即係我哋喺好早期嘅節目已經講過嗰種對外國與漢奸嗰種反諷，對香港人嚟講咧，台灣人係感受唔到嘅。我覺得，因為嗰個愛國主義，大陸隻手仲未伸到過去對面啊嘛。但係香港嗰隻手已經鋪天蓋地伸入嚟啦嘛。乜嘢都用呢種去衡量，做唔做到官啊，攞唔攞到公職，攞唔攞到荷蘭水蓋啊等等。咁所以當你睇翻呢套007。一個就是李香蘭，就是李香琴，就是李香蘭的後代，一個就是等於一張廁紙和一條底褲的廢柴，即是一個廢柴加漢奸去面對黨國中黨外國嘛。所以我就說那個其實那個主題的深刻呢很有地域限制，但是用台灣人的角度，台灣人都經過那個即是我們叫做戒嚴時期啦，對於黨國的時候其實 他的壓迫都不小的，即是在老蔣的晚期的時候，但他不是直接針對老蔣的嘛，你看到007他是針對共產黨嘛，他就會台灣人會覺得即笑共產黨是很過癮，但他沒有那種切身感受，是他们理解那个大陆，啊，我们理解那个大陆呢其实有点不一样的。所以我就说九品芝麻官之所以为什么会在他们来讲都算三甲之内呢，正正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就是脱离了就是现实世界的一个电影来的嘛。越现实性越强那些，我觉得呢其实就越难去得到跨文化的观众的理解。譬如很简单，你看美剧都是的。美劇有些是很地道的題材的，你沒有興趣看的，其實如果看不明白，或者看不明白，譬如你就算現在很多人談論 Netflix 的 House of Cards， 原因呢就是大家只是說人看我看的，但是因為你要對美式的民主政制有一些基本的認識，有一個叫文化資本你才可以理解得到的，即是入場其實個門檻是高的，譬如美國的國會主導、國會至上，然後黨鞭是什麼的體制，然後美式的選舉那個是一個什麼遊戲，籌款委員會是什麼，
政黨是怎樣，不是我們香港那種來的嘛，它是一個平台來的嘛，美國的政黨是一個籌款、競逐的平台來的嘛，所以呢你就會看到無論男女主角幾咁出神入化都，你當然覺得一種隔膜在裏面。嗱，你唯一乜嘢冇隔膜呢？譬如你睇荷里活電影都係噶，英雄片，嗰啲復仇者聯盟之類嘅嗰類啦，即係 American Captain 啊、Captain America 啊、Spiderman 啊、Batman 啊、Iron Man 嗰啲咯，係啊，又或者係 Transformer 嗰類啦，嗰啲係冇時代背景嘅科幻片。我咩年代咩時候睇都你都睇得明嘅嘢嚟嘅。嗱，你睇 Aliens 咪睇咯，係咪科幻片？主角係白種人好，黑人好。你都冇嗰種嘅文化嘅隔閡喺裏邊，但係你一進入去一啲嘅電影，譬如咩咧？譬如我睇《斷背山》呢類戲咧，好多香港人係唔明白嗰個美國中西部嗰啲文化嘅。嗯，係咪呢個係同佢哋嘅美國好本土嘅？李安拍幾套戲都係嘅，《冰風暴》又係，即係好多時呢啲好本土色彩好重嘅美國電影咧，喺香港係完全不受歡迎嘅。即这个也不是只是历史的问题，是跟社会有关的。譬如如果今天有人重拍的西部电影，我相信香港人是没有我们上一代那么接受。我记得我父母那代很接受西部电影的，尊荣那些、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一种崇美的心态，但那样东西完全即是所谓开拓精神、Frontier 那些东西根本完全跟我们是没有关的，但那时反而容易接受的。现在我想西部电影是香港人不会看的，有拍過幾套的 Denzel Washington 都做過的，但是應該都不是很收得的了，即是你看來看去現在 最收得是哪些什麼加勒比海盜啊那些的，那些就完全是一個 fantasy 來的，我覺得是的，要是就奇幻電影，即是譬如魔戒那裡、加勒比海盜其實都是奇幻電影來的，我覺得已經我是是不是，那要是鬼片，鬼片呢我最近看一套叫 Get Out， 其實很恐怖的，因為低成本的製作，那個就有一點 cultural 的背景在這裡，因為講黑人種族、原本是講緊你看以為那個種族問題，原來是一套恐怖片來的、在南部啊那些即是 很白人的社區、等等這些東西、所以周星馳的電影是很香港，這個是事實，他所以在台灣流行，我也都第一想想八九十年代港產片呢很多時候是跟台灣資金有關，所以他要代表台灣參賽的賭城，因為很多時候是片花，雖然投資者可能是永盛，但是永盛就會跟台灣的一些大哥合作，他就用賣片花的方式， 就算不是合資也好，他即是一分給了一塊錢給永盛嘛、然後就拿了個周星馳的電影在台灣的發行權嘛、所以這種賣片花的方式呢就令到台灣的元素呢、就可以在早期的創作階段裡面走下去，明白。咁但係我諗更加重要嗰一點咧、就係頭先睇到嘅就係食神，我諗其實都對於一個香港嘅想像，即係好多時嗰個文化嘅現象嘅出現咧，好多時係透過想像出現。譬如我係中意睇美國嘅電影，可能係因為我哋對某啲美國電影嘅想像，先至會睇嗰套電影。譬如一啲災難片啊，好簡單啦、鹹片都係啦。我哋細個咩叫丹麥嬌啊？一想起丹麥就真係正嘢嚟嘅。而家我想啲僆仔冇呢個想像，呢個想像係曾幾何時喺70年代香港嘅麻甩仔啊，總覺得丹麥女咧係全世界最性感嘅女郎嚟，都唔知點解嘅。聖都一講哥本哈根啲報紙咧，不得了啊！就唔係叫做哥本哈根嘅，一定喺前面加住聖都哥本哈根嘅，係即係性解放，係係喎，即係啲長輩話嚇。啲丹麥人好鹹濕嘅，點解咧？我永遠唔明白。啲女個胸一定好大嘅，都唔知點解。丹麥係南冠曲奇喎，咁啊，不如我哋休息翻嚟之後，我哋講完台灣，我哋再講大陸啦。休息翻嚟再講。